是历经坎坷的人生，成就心向仗义的毅力，踏实伴着骨灰的豪情，缅怀爱乍然陨落的亡灵。中国曲艺界的损失。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缅怀单老，愿他老人家在天堂能够继续他喜爱的评书事业，有的是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经文大师驾鹤去，晴天霹雳痛断肠，下回分解再无解，人间再无单田芳。愿单老爷子一路走好。